我建议啊，大家为这四位从崇明岛归来的战士，干一个吧！下午咱们上班就以水代酒，好吧？好，哎，干一个，干一个，谢谢，欢迎你们回来啊！拜拜，拜拜，拜拜，好久不见各位啊！突然感觉好像我们聚一次就少一次了，好难过呀。说的什么话呀？我觉得咱们呀以后分开了，还是可以再相聚的，对不对？就是，就是、又不是见不到。就是，那个，今天是个好日子。干嘛呀？整个跟领导似的。别打岔啊！我是真的有事要宣布。那个，各位同事，各位好朋友，我陈化和钟林，恋爱了。不管公司制度了是吧？没没没，我们两个有自知之明，其实最后剩下的也不可能是咱俩，对吧？所以我们决定去钟灵老家发展创业。嗯，对，有勇气是吧？好，倍儿浪漫。这才是我们九零后，敢做敢为。祝你们成功！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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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红柿怎么卖了？4块1斤。多少钱？4块，你太贵了吧！你们那家才3块8。过洋葱你还要什么呀？啊？哦，行，那我知道了啊，知道了。那行，4块你送我一份。马上挂了啊，这块。哎，我经常在你这儿买，你就便宜点嘛。啊，便宜点，我热海。若涵，你怎么样啊？过得还好吗？挺好的呀，我就每天，做做家务呀，然后买买菜呀。你不上班了呀？不上班了。我结婚了。啊！而且我现在还怀孕了，真的，你就要当妈妈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那你老公呢？怎么没来陪你啊？我老公，他破产了，而且他现在，心情也不好，脾气也不好。我在家说点什么，他就发脾气。所以我还不如自己出来呢。对不起啊，若涵，我不知道，我以为没事儿。当时我也以为我找了个长期饭票，然后我就能无忧无虑的当阔太太了。所以说还是你们好啊，你看什么时候都靠自己，这样最踏实吧。反正以后有什么事儿，你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就生孩子的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一定会去看你的。一定的。但是我现在我租那个房子特别小，又破又小，你们可不能嫌弃啊。我们怎么会嫌弃你呢？照顾好自己啊！好了，我该回去了，我还得回去做饭呢。你去吧，走了啊！怀孕了就别老出来溜达。知道了，拜拜。
说你听着就行了，听见了吗？嗯。赵新刚从我这儿离开，他是来取实习生分数表的，他很快就会到你那儿了。之后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嗯，知道。我来拿你们部门实习生的成绩单。哎。稍等一下啊。嗯。哎，别的部门都交了吗？这两天都陆续在上交了。啊，行，那就忙吧。啊，那我走了。嗯。我妈这次是铁了心不要我了，我宁愿她打我骂我，可是她现在看都不看我，她生病了都不让我照顾她，我真的好担心她。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我出面。不行，那她会更气的。他不肯接受的是我，叫他打我一顿，骂我一顿，他出了气儿，不会为难你。阿姨，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有个好的生活的。就算没有房子的话，我俩拿这些买房子的钱，我可以带格格周游世界，去干一些有意义的事儿。所以阿姨，请你相信我。陈爱莲，孩子们都已经表白了，你好歹表个态呀！啊，再有钱的一个男人，也比不上一个能够知冷知热疼你的人。再多的爱马仕，也比不上一个男人能够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跑好多条街给你买豆浆买油条。说再多的甜言蜜语又怎么样，也比不上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我的身边。怎么走了？
饭时间回家一趟，和赵小川一起，陈爱莲。没事吧？坐下吧。赵小川，你也坐。刚才我在做饭的时候，家里面差点烧起来。你不要打断我。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如果烧起来的话，不到几分钟，这个家，我攒下了几十年的家底，也就这样没有了。后来我又想了很久，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这房顶上的几片瓦，还是那些破布烂棉花？突然你就想得这么透彻了？那我只能这么想呀。在一件事情上面，你不让，我不让，难道就这么一直僵持下去啊？这怎么可能呢？那总得要有人让啊。只有我这个当妈妈的才会让，等你以后自己做了妈，你才会明白。好了，以后你们的事情我也不管了，你们想怎么办你们就怎么办吧。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同意了？小川啊。哎，阿姨，你在广场上面说的那些话不是说说的吧？你能做到吗？能，阿姨，我说的全都是真心话，阿姨，我一定会对格格好的。那我先去收拾厨房了。妈妈，你也会是最好最好的外婆。哎，你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们刚才同意了，就想到生孩子的原因。你少来这套，少来这套！我不嫌你脏啊。还是挺好看的。你滚蛋！哎，诸位，诸君放下手头的工作，听我来宣布一件事情，啊，钟灵、陈化，他们俩已经决定去他们的家乡发展事业了，啊，刚才我们的陈总给他们俩写了非常好的实习生鉴定，请大家随我一起祝福并祝贺他们，加油！谢谢。好，咱们请爱华。还有海玲，跟我来一趟。
哎，还是主动一点好。刚才进去那俩都已经领证了，还想蒙混过去呢。真的呀？走了，我们两个，你们要加油啊！你好好的啊，好好慢点啊。特羡慕你，走，哎，真好。走，电话常联系啊。常联系。以后常联系。不好意思，瞒了你这么久。